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1月3日，这个论坛又发了一个新币，这个知道有点晚了，它是11月2日下午6点，合到咱这边时间应该是今天凌晨发的，今天白天一直在忙，也没关注这个论坛，大家看一下吧。OSN 这个币还是这个幽灵骑士的算法，这个算法已经很泛滥了，但是这个算法发的山寨币。每一个还都上交易所了，反而那些看着比较有特点的币，许多还跑路了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底下是他的钱包，乌班图的，还有 Windows 的，我这边是 Windows 的，下载这个就可以。这是下载安装后的钱包，这个钱包这个同步数据可能会比较慢，咱们可以来到他这个 Discord，他这给了几个节点，把这个节点复制一下，然后打开钱包，点击工具。打开钱包配置文件之后，把那个节点粘贴到这里面保存就可以了，然后同步就比较快了。然后点击接收，请求付款，复制这个钱包地址，然后来到这个矿池，还是这个 RPLANT 这个矿池。之前介绍的许多币都是在这个矿池，这个操作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。我简单说一下。还是点击这个 Connect，右面，这里选择这个挖矿软件 XMIG，操作系统 Windows，节点随便选一个亚洲，钱包地址粘贴刚才的地址，矿工名随便起，底下这两个不填，然后可以调上这个使用 SSL，然后复制这条命令。在这个 XMIJ 的挖矿软件里面建一个 OSN 点 TST，打开，粘贴这条命令，后面加一个代理参数，然后保存，然后把这 TST 改成点 BAT 文件。然后执行挖矿，一切正常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这个 OSN 这个币，出块时间150秒，矿池每60分钟支付一次，最小支付额10个 OSN。输入钱包地址可以查看挖矿状态。现在这个币的全网算力已经3兆多了，不算很低了，但还没有上交易所，也是一个选择吧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